在是早上9点。没有肉，只是菜吧。我们好像是最后一个上飞机，好像是哎，好了，终于上到了，但是两个跑到半死。因为那个 gate 没有开，我不会啊。经过一个惊险的过程，恐怖耶，刚才还好是一次罢了。呢啲系我成日都会发生嘅问题，喺你哋大惊小怪嘅啫。恐怖耶，这样子我不行啊。现在等着他的准备，他的 luggage。来了 ，Yeah, here we go. Let's go.深入不熟，所以我们就决定搞一下 video， 搞一下喽。我按对吗？我有录到声音吗 ？Hello。那就好啦，现在已经晚上了 ，show 也要开始了。我们已经用了一整个下午时间来筹备来等，其实多数时间都是在等，所以 costume 我也换好了，差不多准备上台了，所以 go， 等一下录我啊，嗯，好。Champion of Astro Battleground 2015, ladies and gentleme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you, the Pasuma Boca, the Kidding of My Veteran.Must be something underneath. Take two.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makes you hard on the call. I guess it comes from your heart, 'cause when your head's right, you take your tim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love of things you like. Fire when the strobe hits you.Something new. I feel the heat with the stare and up across the room. I dare you play your cards, boy. You bet I'm a trendsetter too.早上啦，吃个早餐。嗨，加坡的。
羡慕。要来了，拿到了 pet 这一杯酒，我的 pet 来了。什么来的？很 snail。啊，蜗牛。Is it 蜗牛？他骗我们，知道这个 pet 的名叫什么吗？闪电坐骑 ，which means flash。Flash Super Dash， 我还是觉得 Pokemon Go 好玩。你看那个 Pokestop， 我想要走去那边，但是我没有打单，我没有打单 plan， 又没有 WiFi。对啊，可以走了没？热吗？热吗？还好，晒吧了，但是我都不怕热。我不怕热，因为现在是早上的太阳，不会很晒吧了。他开始要北京了。这一个好像很美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可惜的，12点才开，我们太早来了，什么都没有现在。然后就，喂，那什么 ？Ice cream 好吃，我在吃 Ben and Jerry 的 chocolate fudge brownie。在 record 在那边吃，哎呀。韩国的面啊，韩国的 supermarket， 然后这边通通是卖韩国的东西。我其实会读的，来，我试一下，三，让黑哟，一，我这个不会，三让黑哟 ，No， yeah， 三黑哟 is not even Korean， right， 三黑哟，是啊，哦是哦是，哇这个读了韩国的没有用。泡盖。它真的是太亲切的嘞！对啊，没关系，我们吃这个沙拉。这里没有人吃普通辣椒的吗？不可能。好像真的是美国。沙拉可以 ，Let's try。你刚刚咬过啊？难怪我找不到。是谁的嘞？沙拉可以吗？很难。好像啊，它苹果好吃，吃了一半了，加了两块的，很会加料，加两块，上次你们这样子说很好吃，一粒一粒的。为什么我们吃美东那都可以吃得这样开心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新加坡，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严格来讲，我好像第一次吃美东那这样子，津津有味啊。会不会煮太多？很辣，放了350克胡椒粉 ，and 了。回马来西亚，我不要。
哎呀，你的头靠过来。哎呀，你看。我屁股里头。哦，你。他的头不小心 smack 过去。来讲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去旅行，然后我不想睡觉。